下面啊，咱们就再来看一下关于咱们的一个 P 啊和 Q 的一个选择，以及模型检验的一个方法啊。咱们先就边看边讲这个 PPT 了。这回又拿另外的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就不说了，咱们就直接来看这个图吧。上面就是还是之前画图那个函数啊，在这个图当中啊，我们又拿到了一个时间序列函数啊，它是长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它的一个 ACF 啊，还得和它的一个 PACF 值啊，我都可以把它的图给它画出来。然后我要做一件什么事啊？然后就是说你要进行一个模型的建立吧。咱们的这个我们来看就是 SM 啊，就是这个 State Models 吧，在它里边啊，就是有一个这个咱们的一个。给大家说的就是咱们这个 Aurora 模型吧，我们可以直接啊把它的一个 Aurora 模型调出来，然后呢指定好一个训练集，在这个基础上，前面的操作其实跟咱们之前讲一些其他案例啊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切分一个数据集，然后你要按照一个百分之多少的一个比例进行一个切分，在这块儿其实我都有写，就是咱们进行，哎，在这块儿我找一下 TS 寸，我给它放到什么样什么位置去了？啊，在这儿呢，就是说我进行了一个数据集切分嘛，咱们可以取多少个百分比，然后取多少进行一个测试啊，这些跟我们那个用 sklearn 它的一个套路啊，其实上来说都是一样的。它来看啊，就是说建模很简单啊，只需要你指定好一个 tsTrun，就是我们的一个训练数据，然后再指定一个 order 就可以了。order 是什么？我们来看，它是一个元组吧，里边说要传三个数，那什么 PDQ 嘛，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和这样模型当中啊，它的一个 D，还有这样一个 P，还有这样一个 Q，分别表示着我们的一个阶数、差分、阶数啊，这样两个东西。只要你把它的 order 指定好，再把它数据指定好，我们就可以来去 fit 一下这个模型了。怎么样去训练这个模型啊？也跟咱们之前 sklearn 差不多，直接让它去 fit 一下。然后 fit 完之后啊，现在我们问题来了，就是说这个 order 是我们的一个参数，我们现在更关注的就是说这个 order 啊，这个参数啊，取什么样的值的时候更好呢？那怎么办呢？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观察那个 P 和那个 Q，但是啊，这样就是说，观察那个图并不一定准确。我们还可以用一种额外的方法，叫做一个便利，就是你把所有的一个 P 和 Q 的组合啊，先拿出来，或者说你现在便利的就是一个你认为可能的一些组合。其实啊，关于这个 P 的值和 Q 的值啊，有很多种的选择方式。比如说，现在对于 ACF 还有这样一个 PACF，我能拿出来三组值最少是吧？我光看这个 ACF 拿出一组值，光看 PACF 也能拿出来一组值，根据它俩的权衡还能够拿出来一组值吧？那对于咱们当前，对，比如说我现在有三组指标，那三组指标你要选择其中最好的一组吧？在我的一个 ACF 上，对应我的一个 Q 值，我可以取什么？这是零阶，这是一阶，这是二阶，二阶之后落到我执行区间上吧。所以说，这个我是在取一个 Q 值的时候，可以取这个二吧。对于我的一个就是 ACF 图来说，那对于我 PACF 图来说呢？现在我是不是说这是一阶？这然后二阶之后也是落到我的一个执行区间上。那我这个取个一可不可以呢？取二可不可以啊？看起来好像都是可以的。但是呢，现在就是说，一旦啊你有一些候选值了。但是你不知道哪些候选值是最可取的，就是说，我也可以对照着我这样一个表格，在我这个表格当中啊，就是我就是肯定能拿出来多组值吧，不光能拿出来一组值，然后呢，这组值啊，就是它有一个上下的浮动，或者说往前一阶、往后一阶，好像都满足我这样一个需求吧。那都满足这样一个需求之后啊，怎么办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组权衡的一个指标，咱们再来看。首先就是说，咱们先来去进行一个选择，选择完之后，再给大家来说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做。在这里啊，就是我进行了一个便利，然后便利出来了很多值，比如说从零到四啊，每一个就是 P 值从零到四，Q 值也是从零到四。在这里啊，就是我不断的选择好参数，选择好参数之后啊，然后我去 fit 一下这个模型，fit 完之后呢，我要打印的东西是什么？打印的是一个指标，我们来看。下面我画了一个东西，哎，咱们的标题叫什么？标题叫做一个 BIC。那这个 BIC 什么意思啊？我们先来看，就是我们的一个 MA 啊，我们来看，对照这里，我们的一个 MA 模型对应的是一个 Q 值吧？这就是说横坐标是一个 Q 的值，就是 Q 值取零、取一、取二、取三、取四。然后呢，我的一个横轴啊是咱们的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横轴是一个 Q 值，然后咱们这个纵轴啊是这样一个 P 值吧。然后中间啊，它有一堆值啊，中间有一些什么300多，那这些300多的值啊，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啊？咱们又要讲一个指标，叫做一个 BIC，还有一个 AIC 啊，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对模型进行一个评估了，要选一下什么样的参数啊，使得我构造出来模型更好。就是相当于是我现在要去看一下，哎呀，这个模型的一个评估的标准是什么东西。这里呢有两个指标，一个叫做 AIC，一个叫做 BIC。AIC 的意思啊，就是说它是一个赤池信息准则。这个东西啊，是一个人啊，以他的一个人啊命名的一个方法。那它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公式啊。它这个公式啊，就是说，首先呢，是我的一个2K 减去一个咱们的一个对数的一个自然函数。2K 是什么意思啊？K 表示的是我们的一个模型的参数啊。然后呢，自然函数啊，表示着我当前的，就是表示着我们的一个自然函数。那其实啊，它表达的含义就是说，要看一下你的一个参数和你最终的一个结果的一个精度之间的一个权衡吧。那我们来说，这个我们认为，首先我们有标准，就是说 AIC 和 BIC 啊，它两个值都是越低越好。越低为什么？越低意味着你的一个 K 值。我们来看 K 值前面是个正号吧，你让它越低越好吧。前面呢，自然函数啊，自然函数咱们通常都是做一个极大自然估计嘛，所以说通常都是让它比较大是比较好的。那这里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说，现在我要去综合一下，哎，这个东西是不是跟咱们之前讲的算法是一样的？我们之前在讲那个 loss function 的时候，是不是说它是等于咱们的一个 data loss 再加上我的一个正则化的一个 loss 吧，再加上我的一个 lambda 的倍的一个 L2？那这个东西大家看像不像？其实上来说啊，都是类似的吧。这个说什么？我的一个参数 k 让它越小越好，其他自然估计啊让它越大越好吧。所以说呢，我才能得到一个更小的一个数。那这里啊，就是无论是 AIC 还是 BIC，它的一个标准都是说啊，让我们去选择更简单的模型。因为什么样的模型更简单呢？我们来想啊，就是你传进来的 p 啊和 q 啊，它俩值的大小对我来说有什么影响？你传的 p 越多，或者说传的 q 越多，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一个公式啊。我们的公式在这儿呢，就是这是我的一个 p，这是我的一个 q。我们来看，你这个 p 等于五的时候，这块有五个参数；p 的三，这块有三个参数；q 的十，这块有十个参数；q 的五，这块有五个参数吧。所以说啊，你的一个 p 啊和你的一个 q 越大的时候，你的一个参数项是越多的，所以说你的前面这个k 值它就越大。然后右边呢，就是右边这个东西咱们就不说了，就是说主要从前面来看，其实呢就是这个 AIC 啊和 BIC 主要就是让我们的一个 K 值是越小越好的，在一定程度上让它越小越好，要保证我们的一个精度的情况下，贝叶斯的信息准则啊和这个质值信息准则其实上来说啊基本上差不多的，只不过说它计算的一个量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我的一个贝叶斯的信息准则啊，就是咱们用的 BIC 当中，它又加上了一个样本的数量，把我们的一个就是由样本的数量看一下对我结果的一个影响又给它加进来了。然后反正就是你的样本越多啊，它也是越多。但是呢，你选一个同一个模型的时候啊，咱们都是用同样的一个样本数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贝叶斯的信息准则去做。其实说白了，它就是让我们去选择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啊，这两个衡量标准，我们来看一下吧。在这里啊，是不是有 BSE 啊？咱们这个贝叶斯的信息准则。然后我们来画一下吧，就是当前啊，就是我选择了不同参数嘛，0413，然后还有这样一个34啊，每一块它都是不同的一个值嘛，相当于是我画出来了这样的一个热度图，然后热度图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取值范围。这里我们要取什么值？我们刚才说了，这个 BIC 也好，AIC 也罢，它是要选择最小的一个值吧。那什么样的一个值最小呢？找呗，在图像当中去找，找出来哪块值最小。我们来看是越黑色越小吧，所以说最小的一个值啊是在这里，一个是等于一啊，一的一个点，这个值是等于最小的。所以说呢，我直接啊就可以找到啊当前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评估标准的情况下，它的一个取值范围是什么？我们来看这里啊，就是我们的 AIC 啊得出来一个标准，BIC 又得出来一个标准，它俩还有一些差异。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得啊自己的进行一个选择，权衡一下到底选哪个合适，因为我现在就是不同的评估标准啊，我可以得到的一个结果也是不一样的。现在啊，得到了两个结果，这一点就比较尴尬了。到时候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指标。其实呢，就是关于这个模型的检测呀，或者说模型参数选择啊，方法太多太多了。这里咱们只是举两个最常用的例子，感兴趣啊，大家可以再去把那个欧瑞亚模型当中的一个模型的选择那块啊，咱们就可以自己找一些资料，或者说为大家准备一些资料也可以啊。然后我之后搜集一下吧，然后放到咱们的资料当中。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模型选择里边啊，所能涉及到的一些检验参数啊，简直太多了就。然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咱们先拿 PPT 来说吧。
然后我们还有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对于我们的一个软件模型来说啊，我们还需要检查一下它的一个残差啊，符不符合我们的一个标准。就是一个建立比较好的一个软件模型啊，它是什么样分布的？它就是我们不检查它自身啊，它自身很难去检查，因为你无论是干什么，你都要进行一个预测嘛。但是我们更关注的就是一个模型的平稳性，或者说模型建立的一个稳定的程度吧。相当于是你要去看一下我们这个软件模型它的一个残差，我们希望残差是什么？我们希望残差是一个正态分布吧，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均衡的一个东西。那这里呢，我们就检查一下我的一个残差是否它的均值等于零，并且它的一个方差是常数的这样一个正态分布。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啊，先检查一下它的一个残差的一个分布情况，然后呢，我还可以画这样一个 QQ 图啊，QQ 图啊，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再了解一下。其实它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来看下结果吧。在这里啊，就是我可以 plot 一下咱们的一个诊断图啊，还是用我们的一个就是stimulus 啊，它是一个统计的一个函数库，在这里边啊，它封装了很多统计学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工具吧，到时候感兴趣，大家再去上的官网，咱们来详细的研究一下。这节课咱们就不多说那个 stimulus 了，咱们之后我在想啊，就是之后要不要单独录一个完全去从头开始讲那个 stimulus 那个库的，还在准备啊，现在还没准备好，把这个时间序列给大家讲完之后，我再动手去做那个事儿。在这里就是有一个 plot，咱们这个诊断图嘛，在诊断图当中啊，第一个图啊就是它正常的一个残差的一个分布长什么样。第二图呢，给它画成咱们的一个就是直方图，然后直方图当中啊，我可以画咱们的一个正态分布啊。我这里我们来看画一个 n 值里边是个零一的一个正态分布吧，正态分布的图画出来，看一下它符不符合我的一个正态分布。还有 QQ 图啊，其实我们要观察的就一点，就是当前啊这些散点出来的东西，它是不是一条直线？如果说它是一条直线，那它就是一个正态分布；如果说它越不是一条直线，那它离正态分布就越远啊，就是这样一个事儿。我们只需要观察，它大致符合一条直线，那它就是通过咱们的检测了。下面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啊相关系数，这个跟之前一样，咱们就不说了。那这些啊就是要给大家讲的关于软件模型啊它的一些基础的知识点。在我们的软件模型当中啊，其实咱们就指定三个参数就可以了，然后参数啊怎么选择，刚才给大家说过了。一会儿啊，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咱们实际的拿这个软件模型啊来进行一个预测。这个软件模型啊，普遍来说都是要去做一个预测的，因为一个时间序列的数据来说呀，大部分情况下啊，就是咱们实际生活当中啊，很多数据它都是一个时间序列数据吧。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历史的一个数据做一个新时期的预测。那这个时候最好的模型也是最常用的模型啊。别看这个模型比较简单，但是呢，它用的频率啊是比较高的，我们普遍都是用这个 ORM 模型啊来进行一个时间序列的一个预测的一个任务的。